来一挑战吃苦瓜。嗯，我有点害怕的，不敢来了。双方。OK， 吃一，这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appy 妈咪。你们如果有看中秋节的 Vlog， 你们会看到玉那时候挑战吃灯笼饺哦。所以我就发现小朋友好像很喜欢这种挑战。今天我又要挑战他们吃苦瓜。他们现在在上网课，我带你们去看他们。峰峰，峰峰在做 quiz， 就是老师给的测验是吗？九题。二十。你在上音乐课对吗？对。音乐课，音乐课。我鱼要唱歌。天天七号，风儿吹来了，蓝蓝天快快跑。今天天气好，风儿吹来了，啦啦先快快跑。风儿吹来了，啦啦先快快跑，风筝飞高高。唱完了。唱完了。嗯。哇，拍手。嗯。妈咪，我刚才数学的 quiz 哦，拿到100分，拿到第一名哎。嗯，第一名。你看。看我拿到100分，然后我一题都没有错。对呀，十五题，因为本来有十五题，我十五题对，全部都会，你看这些我都会。嗯，好棒棒哦！爸爸老师，拜拜。不如再涂这一个。哇，好美哦！玉玉下课了。嗯，下课了。峰峰呢？还没。还没呀、啊。哇。今天我要煮苦瓜，够了吗？我要挑战你们吃苦瓜，可以接受这个挑战吗？可以，可以。等一下妈咪要煮马铃薯猪肉，你可以帮我配马铃薯吗？可以哟。OK 啊，帮我刨皮啊。咦，可以帮我爸夹克吗？可以。嗯 ，OK 啊。我要吃呀。嗯，一起 ，OK。咦，在爸夹。哦，爸聊很多。OK， 谢谢你哦。不要客气。峰峰在配马铃薯哦。下课时间来帮妈咪配马铃薯。谁拿着我的苦瓜？我们。香不香吗？番薯瓜味的。番薯牛。要吗？不秀。要吗？我要去煮了，来给妈妈。番薯粒的味道耶，我来修吧。嗯，修，修掉酱香一定很好吃。终于放学了，妈咪也是煮好了，有金沙苦瓜、苦瓜煎蛋、奶白虾仁、马铃薯猪肉，可以开动了。来，玉玉挑战吃苦瓜。嗯。好苦啊！啊！这个挑战失败。来，峰峰，有没有那件苦哦？我有点害怕的，不敢来了。嗯嗯，有劲，好吃啊！没有苦味啊？对呀、啊，有啦，有一点苦味。吃到一点点辣辣罢了。露露，嗯，可以。苦瓜三个。嗯。哇，这样大口。嗯。好吃。好吃。嗯，辣哦。不辣。不辣 ，OK。有一点辣。苦瓜煎蛋。当然了嘛。苦瓜煎蛋，一点点呢。好吃，好吃。露露挑战成功，耶！双方 ，OK， 拿最顶的，吃这边吧。好大片哦，吃这边先。OK 哦，耶、yeah, ！下次妈咪可以煮苦瓜了。峰峰挑战成功，耶、yeah, ！我挑战成功。
依依，要再尝试多一次吗？苦瓜煎蛋。这没有辣，这没有辣。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没有辣哦。嗯。哇，好痛苦！坚果啊，有做坚果吗？给峰峰了。我敢吃，哥哥也咬一口吗？有谁也喜欢吃苦瓜的，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哦。我和露露挑战成功，其实苦瓜不会很苦哦，你们也可以在家试试哦。按赞、分享，给我们 Happy Day。哦，对，忘了这一个。刚才我切的时候，全部一次过来，这样很香，对吗？对。谁要挑战这一个？不敢，不敢，我先。来挑战。吃一，这是苦瓜。我咬一半呢，我咬在这边。嗯 ，OK 吗？真的吗？好厉害哦！嗯，哦、我先分自己我的味道。真的吗？苦苦的饭丝，真的哦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吃完哇，真的很厉害啊！拜拜 ，Thanks for watching， 谢谢观看到最后哦。